有人说我像杰森，那个李杰森跟红林啊，那个就算了。他妈有人说我像青蛙，干你娘！然后我同学还在下面留言，干，那你像青蛙。所以，嗯，你上一回情人节的时候不是跟青青老板娘告白吗？哎，你女朋友话没有告白，我没有，没有告白。哎，女朋友话说什么？她说严重影响到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。她开玩笑了。这件事情。最近这已经严重的破坏了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怎么办？那你现在要拍道歉影片，你要跟他道歉，要展现我们的诚意。没错，你朋友是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？突然要不然就生气。你有两个选择，你现在有艾丽莎莎的版本跟 Toys 的版本。刘伟健在这里跟你亚洲统神 T O Y 你的狗哦，鞠个躬哦，90度道歉，亚洲统神 T O Y 你的狗，对不起，是我直播效果做过头了。啊，我要只穿内裤吗？好，我不要。我真的不知道亚洲统神原来不是一个会做效果的人。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做效果亚洲统神会生气，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亚洲统神的底线这么的薄弱，我真的不知道亚洲统神原来这么小气，我真的不知道亚洲统神会偷偷检举别人的频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亚洲统神会他妈的满足他。在这里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女朋友叫什么？他现在外号叫小鱼。大家，你女朋友外号叫小鱼。好，那你要讲一下，因为我平常不会这样叫。好，很小的小，云端的云。今天他就是亚洲小鱼。好，亚洲。我 breaking 在这边跟亚洲小鱼道歉。我不知道亚洲小鱼开不起玩笑，这个不能讲。我不知道亚洲小鱼开不起玩笑，对不起。亚洲小鱼，亚洲小鱼开不起玩笑。不要再开不起玩笑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亚洲小鱼，亚洲小鱼自己可以跟别的男生聊天，他没有跟别的男生聊天。我却不能跟一个清新的老板娘聊天，这个不要讲了。